険をする。前一步，嘿嘿嘿，所有人，包括他在内，都得死。风哥哥，放开他，可能已经恢复了。快，把那畜生头上的金石弄下来。送给为师，你连做人都不配，更别提师父二字。不要试图消耗我的耐心，我一句话不会说两遍。不要，动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！
像他这种人，活着比死了更可怜。放下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没有变化？竟能淬炼本宫的身躯，